七只呢？冯氏。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布莱芳西利，背景里边这个大姐姐应该是我们的最终 boss。从幼稚宫救出申宇的西利还是不知道蜜花的行踪，剩下的线索仅有摄影机所拍摄到的一张照片和从蜜花的琉璃珠中所看到的画面，蜜花就在那条河的上游。西利抱着一丝的希望，准备前往山顶上的水源处彼岸湖。哇，这名字听着就不是很想去啊，彼岸湖就是有点像是走到孟婆汤里的话，我们直接到这个山里了，没有家里的剧情，直接就到山里了。虽然救出了楚笑，但还是没有找到蜜花的线索。摄影机里的照片将是碰到琉璃珠时看到的景象，这拍的啥呀？在一大片湖的地方看到了蜜花，这能看得清是什么吗？日上山顶有一片很大的湖，叫做彼岸湖，蜜花或许就是要去那里吧。彼岸湖，山顶上有很大的一片湖。话说第六章结尾这个剧情啊，我非常的喜欢。这边貌似有东西可以捡，确实，在这儿上来就给我胶卷了，我还是没有买胶卷，因为我还是想留点数来升级。我感觉一周目的游戏呢，它这个点数给的很吃紧。可能是我的错觉，就日本的游戏他们都是一周目不会给你很全的资源，就是让你去玩二周目，因为我感觉日本的玩家比较超级有耐心的，他们甚至可以一个游戏玩好几个周目，就是比起欧美玩家大多数偏向于就是一把打完或者是多人那种在线 PVP 的游戏。好，我们现在到深山道里了，进来了。哦，幽之宫深山道之前有没有来过这里啊？可以拍照的。哎，这个不是蜜花吗？才1100分嘛，前往深处的黑泽蜜花。哎呀，这胶卷拿的不行，拿零式来拍。碰到鬼的时候，我现切一丝是都来得及。碰到鬼之前，应该是有不少拍照的画面。跟着这个蜜花的影子来走好了，因为现在下雨，所以我们不能随便逗留了太久。哦，逗留久的话，可能会疯狂的遇鬼。走在小路上的黑泽蜜花。这游戏打鬼呢，反正是给你点数的，摸一下500分。他是走这个小路去的，对吧？我也正有此意，这是上一张我想走没不让我走的地方。这嘛呀，哇，这鬼说来就来，又是这个神官吗？我管他叫神官了啊，因为他是那个庙里面看到的，他好像是个远程的，可以，哇，他的火把立在这儿了，什么意思呢？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火把当做一个豆豆来拍他？哎，我躲开了，躲开了，我想不到，先拍3张，121点的伤害，很高啊。嘿，我们犀利的这个摄像机已经升级到很高的级别了啊，4个点，好，73点，不错，马上5个点 ，shutter chance， 给我252点，给他拍了个踉跄。我现在可以吸他的血，没必要啊，可以直接拿这个大招来打他，左下角就切我的大招，这个灭，125点，但是大招非常的耗蓝，蓝就直接用没了。哦，这就没了吗？摸不着，假的。现在还是跟着蜜花走好的，这边是蜜花的方向。感觉只要他没被我摸到的话，我可以一直打他，打很久。前往祭谷，就是禁忌的禁嘛。此地不宜通行。来了，已更新笔记内容，祭谷。Now saving， 这边有东西可以捡。这边好像是坟，哎，我反应好快，好像是坟。咦，啊，御神水，捡到了。哇，我希望每天我更新的时候发这个动态不会吵到大家，最近真的是太忙了，所以说更新没有那么的快，但是这周一定会更完的。这是什么？御神水，拿到了一颗御神水。 OK， 就是给了很多这个神水。其实我觉得神水，因为这游戏可以暂停吃药的，和万叶丸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万叶丸无非就是多点几下，神水就是一喝哎全满。这是坟头是吗？我现在是在下雨的天气里面在坟头散步啊，真刺激。蜜花走哪儿了？蜜花走这边，但我感觉这边可以捡到东西，走吧，毕竟他给你安排了这么一个可以走的地方，真是好东西啊。这可以直接拍吗？不，这是个怪，但是他没有对焦点。不，差点被他冲了，快跳过去，然后再快速转身过来继续拍，就拍了一个豆，意思是胶卷不多的呀，跑哪儿去了？这家伙，咦，他好像在墙后边，他不过来。对方果然不能随便瞎逛，这鬼说来就来，来了，他真的没有对焦点哎，就之前扛着那个匪的那个人嘛。哦，他对焦点是上面那个箱子是吗？离远一点，离近了拍不到。OK，
奇怪的，他不给我对焦，我只能直接拍出20的伤害，就跟没拍一样。来了，好，好，25点，至少这样可以消点 chance。好，哎呀，天机一放，哎呀，我躲开了，快，大不了 fair frame 消点 chance， 139点，终于有伤害了，还可以再来一次，快，好，对焦上了，对到他的脸上了，他脸抬起来了。好，我躲开他的攻击，我给自己解说自己的打仗方式。这游戏其实打架的时候，我都会想跳过去，不想大家看比较漫长，因为他打架真的很漫长。好 ，fatal frame， 2、3连拍，3连拍没有上进，但是我可以拿到一个 shatter chance。你完了。好，125点，251点，没了吧？摸都摸不到的，被我拍没了。我可以摸，可以摸，太好了。好，直接给了500点，挺好的，不错，真不错。这边是蜜花的方向，我本来来这里边想捡东西的，结果捡了个怪。哇哇哇，这是彼岸花吗？路边的这个。哦，这边不让我走的，这边可以通往什么地方吗？反正路断了。可是这边全都是彼岸花，我觉得这条路不简单。但是我们还是走剧情让我们走的路吧。本来以为这样走走岔路可以捡到东西的。看来和之前那个不知之森是不一样的，不知之森是随便走随便捡，那我还是紧跟着蜜花的步伐，反正你捡到的东西，捡到个胶卷，打个鬼，打没了。哎，哦，突然，很突然，怎么全是背箱子的？马上可以拿 figure frame， 小心被他抓。好，所以我想征求一下大家意见，是我把每一个打小怪的这个都跳过比较好呢，还是保留一个完整的对战比较好呢？嘿，小点 chance， 没有拿小点 chance， 准备啊，小点 chance， 好，还有多少血？哇，他有好多血，我们换6-1式，6-1式焦点太少了，可能没有。哦，差点被他抓的，好，在水里边我也不能跑很快，只能这样和他迂回。好，哇，被抓了，放开我 ，fatal frame， 我不能放弃这个被抓的机会。你被抓的时候都可以拿到一个 fatal frame， 但是不能连拍，应该是，让他变慢。变慢了，它变粉了，变慢了，是紫色吧？好 ，share chance， 还有多少血？还有那么一点点血了是吗？我可以吸他的血，其实，准备啊，要不然白打。在哪儿啊？在这儿。哦，哎，等一下，摁错了。好，吸到了，哇，一下快吸满了都。接下来呢，我就准备拿我的 fatal frame 来打他，离我近一点，打我呀！不打我的。是留了个痘痘出来，好好 ，shatter chance， 379点，那肯定没了。可以摸到吗？别消失，让我摸一下。好，摸到了，500点，这把肯定能拿 A 了。好像我摸这个鬼的时候也会被鬼手抓的，看他那个显示。你花在这边，这个是水里边，所以你要走岔路不好回来，所以不沿途捡到的好东西我不捡了，不能冒这个风险，感觉人快捡没了。哦，这是什么？突然来了个女鬼。哦，这个是巫女。哇，这有点像《生化8》里面的夫人，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可能像年轻的夫人吧，衣服都是一样的。好，哦 ，fatal frame， 太好了。好，好，3连拍，没有给我胶卷，胶卷快没了。4连拍，现在他只剩下一点点的血了。我再给他来一个放慢速度。他的速度变慢了，他笑得好开心啊！可是我拿不到啥点 chance， 因为只有3个痘痘。勉勉强强可以拿5个痘痘。好 ，fatal frame， 你没了。2、3，不用3了，已经没了，是没了吧？凭据我的估量，他是没了。你看他都捂着脸，怎么还在啊？啊，没了，这摸不到啊！这个摸不到哎。还是说下来才能摸啊？我可以摸到，可以摸到，快！哎，哇，这个好烦啊！这个是摸不到的，应该他这个和调查重合的，好吧？往哪儿走来着呀？蜜花在这儿，虽然是墓地，其实也没有那么吓人啊。因为这个我是觉得，只要你能战斗的恐怖游戏的话，应该都没有那么的吓人。尤其你的资源还是挺富足的情况下，这个游戏呢，你有一个特别让你舒服的设定，就是你有一个零式胶卷，那个0-7式，你可以无数的拍，所以一般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的。小心这个手就是了。
24张六一式底片，哇，给了好多好多底片。而且它这个整个呢，它只有，我不知道二周目怎样，一周目只有一个简单难度和一个普通难度，我玩的是普通难度。普通难度的话，咱们这个资源是非常富足的，我都没有花钱去买底片什么的，就是靠捡捡捡，就是也可以一关一关的打过去，让人玩起来还是蛮舒服的。蜜花往那边走，我这边可以上学，这难道是我下来的地方吗？我们跟着蜜花走啊，还是不要自己瞎走。不过其实我可以升级一下我的摄像机，因为现在有21万点，21万点的话，我们把装填给它升满，好，现在只有5万点了。吸收，然后强化的镜头，我们可以把镜头省一省。但其实它的放生点是共享这个点数的，我们可以把点数留一点给留给放生点。我们先不升了，5万点的话没必要的。去跟这个蜜花，反正放生点好像没，就是目前为止大多数都是犀利的剧情，没有什么放生点的剧情。我貌似看到了好东西，是吗？是的。哇，两个好东西来都来了，捡吧。这是白给的。现在这个手已经抓不到我了。这是什么？哇，90式底片给了12张。这个90式底片呢其实很稀有，所以我们要珍惜啊。对面有东西，不知道，好像是书。哎，怎么过去啊？这时候应该看一下我这个地图啊。其实我也怎么突然出轨了？哎呦，哇，这太突然了。好，哇，这鬼怎么说来就来？鬼呢？在这儿。哦，飞个 frame， 他来的好快，哇，疯了吧？给你个迟，让你变慢，还是很快啊。他抓我抓的好疼啊！我只是想捡东西而已。我身上怎么有血呀？我血手印，我的天！好 ，shutter chance， 279。不是，拿不到飞个 frame， 我没有 CD， 现在可以拿了，一拍把他拍走，二拍，这应该没血了吧？我感觉攻击力高的怪物他血都很少。好，没了，算了，500点，给了我500点。哇，他这个好烦，我可以摸他的这个和他游戏操作是重复的，就是我可以摸他和这个 R2 键和我去追踪蜜花的这个背影也是 R2 键，按到一块儿去了。哎呀，我们好像是往这边走就可以拿到那个什么了。哇，怎么这个火把怎么来了？ Shit， 真是祸不单行啊。给他来个池，让他变慢，变慢，好，变慢了。让我吸一下好了。好，这样能吸很多血，对吧？哦，现在 shutter chance， 好机会，好机会，296点。他到底要追我追到什么时候？飞起来了，吸，吸到了多少血？这样可以不用吃药哎。咦，怎么这么多怪？哇靠，这有点过分啊，怪有点多啊。不过倒是可以吸血，不是的，吸一下吧。这吸不了多少啊，豆豆太少了，而且没有对焦到他这个脸，他的脸得抬起来才行。那个滑把走了是吗？这怪很麻烦。差点被他抓了，我感觉被他抓一下基本上死了，看起来很有压迫感。好 ，shutter chance， 好漂亮，他的脸露出来了，露出了他的弱点。人呢？躲开！我被抓了，还行。我还有血，把它变慢好了，其实没有必要变慢的。哇，变慢这个伤害值还蛮高，97点，还行。我现在意识是已经不多了。他的箱子本体好拿到了，哇，这攻击力真的好小，才46点。算了，能打就行了。120点，没了吧？好，可以摸了，给我摸点记忆啊。没有，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以为每一个鬼都可以摸到记忆的。那我们是真的要吃点药了。这个净化之火不用，我们万叶丸20颗，吃一个，吃两个差不多。万叶丸还是好东西。所以说咱们走到哪儿去了 ？OK， 在这边。刚才有个东西没有捡到，哎，就是，哎呀，看地图的话，应该是这个上边。那应该是跟着蜜花走就能捡到这个东西了。这里面好绕啊，超绕的，就在这儿。对，有个东西。刚才我们是在另一侧，然后看到它就捡不了，现在我们可以捡了。这什么呀？万叶丸吗？我吃一个万叶丸，你给我一个万叶丸。哎呦，这鬼手真是，现在我是万分警惕的看着这个鬼手，防止他抓到我。话说我有没有可能一次被，就是我的意思是我被抓到，然后我缩回去了，然后我再去拿还能再被抓到，这种情况吗？就是被二次抓。
我们终于上来了，可以走得快一点了。有东西可以捡，这是小土人吗？之前没有看到过这种石像。笔记本。啊！哇，明哲保身，什么东西啊？居然拿奖杯了，应该是躲过几次就会给。啊，这是蜜花的记事本，好好看的记事本。看起来蜜花真的有来过这里，然后把自己的日记丢在了地上。这座祭谷的前方就是位于这座山山顶的圣域，大祸之境于彼岸乎，如果他有那样的资质，就有可能会被引导到那个地方，照理来说会被召唤到那里的或许是我才对。哎，这就完了吗？蜜花的日记就只写了一页。好吧，反正蜜花肯定是进去了。这是哪儿啊？哎呦，我希望他为什么下雨天的时候不打个伞。大祸之境啊，过去这里就是大祸之境了。又是一道门，大祸之境，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进来了。哇，哦，这是哦 Spirit， 可是我少拍了一张跑远的少年，跑远的少女。右边那个怎么办呀？这边还有一个啊，好，拍到了跑远的少女，所以三个人都拍到了啊，不错，一个1000点，居然给了存档点。这地方难道要打 boss 战吗？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我非常的有印象，就记不太清了，毕竟是7年前玩的游戏。还有好多好多小风车，而且这风车最诡异的是转的方向不一样，有的往左转，有的往右转，这很诡异哦。这边什么呀？这捐赠箱吗？这边有一个土地公公，这是大寺中祭祀着表情慈祥的坐姿地藏，地藏周遭排列着许多像小木偶般的人偶，还挺可爱的，要像小套娃。蜜花去了哪边啊？他去了另外一边，那我们也去另外一边。话说如果走后边的话会怎样？会捡到好东西吗？来都来了，去看看吧，反正就多走两步路而已，而且又不是我走，是深雨，不是深雨，是犀利在走，东西可以捡，感觉可以打怪。这什么？怎么这么多？难道可以拍照吗？不是，就是白点，应该是可以捡东西。哇，给了胶卷，太好了。底片，这个手又要来了吧？哇，说来就来，现在来的几率真的很高，不来的几率就像出闪光的几率。给了04底片，给了一张，哇，这地方一定要来，这路不白绕，太得了！居然这个地方给我04，以何在？行代傲射由来，失去父母四处徘徊的儿童们被夕阳引诱上山，射到西城之彼岸的夕阳引诱，穿越到隐世。祭祀孩童们的遗偶，让他们聚在一起游玩时穿越着隐世，是那些小小人吗？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一些。不错，拿到了一个04底片，这个东西非常的稀有。因为好像14是和61是可以买的，90是怎么能买，我不确定啊。但买的话也很贵啊，毕竟你又不是无限钱，这个钱和你升级是共享的。哎呦我的妈，怎么突然从边上杀出来了？先给他变慢，变慢，变慢了。人呢？咦，跑哪去了？难不成在我身后？来了！哦，太好了 ！Fatal Frame， 好，好，哇 ！Fatal Frame 加Shatter Chance， 漂亮！4连拍，5连拍，可以直接拿Shatter Chance， 就能消失了。狡猾，非常狡猾，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对手。好 ，Fatal Frame， 哦，我反应好快，199点，太没了。好，还都乱七八糟，反正在这儿还有吗？哦，哇，我今天反应真快，打这个怪，可能是被吓的吧？他已经没血了吧？对焦不到了，已经化了，终于可以触碰到了，也是没有记忆的，只有点数。这关拿 A 应该没啥问题，就像你胸有成竹的去考试，那拿 A 没啥问题。哦，是往下边走吗？去哪里了？这边，哦，可以拍到。哎呀，1269点，我好像走在大祸之境中的黑泽蜜花。其实每一次抓拍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换胶卷的，所以最好是常备着07式，可以无限的拍，然后到这种就是关键时刻的时候再换胶卷。剧情的，我的天，这棺材好大呀！这不是那个大魔女大 boss 吗？咦，怎么这么老？这个老太太。这时候相机如果对着这个照的话会怎样呢？
相机会坏吧。他在干嘛？他这里好亮啊。哦，不是真的。咦，哦，我们被关到这个棺材里了。这镜子果然强啊。这我天哪，我们也要做巫女的事情吗？我现在可以打他是吗？这这什么视角？我去，这视角不是很懂啊，这谁的视角啊？这个相机是在自己拍吗？哦 fatal frame 倒是拍到了，拍的啥呀？这怎么就 fatal frame 了？他给我把自己拍出来了倒是。好吧，跟他大战是吧？这个灵气室其实不多了，其实我给他变慢一点，他速度太快了，变慢了。好，好 ，shatter chance 357点，算他的血还蛮多的，我给他换成61式，这个焦点比较多。等一下可以站他变慢一点，在哪里啊？在这里，在这里，在哪儿？人呢？变慢，哦，他变慢了，确实变慢了。好，61式上的比较慢，但是我们可以 shatter chance fatal frame 哇，居然因为 CD 太长了，CD 变成 fatal frame 了，正好赶到了他攻击我的那一帧，真的太爽了！哇，这一下591吗？打了那么多机下了，他没血了吧？剩一点点血了，肯定没了。为什么又没有个东西在威胁我？哦，这个红豆豆，这个得拍掉。虽然比较浪费拿六一式拍，可是这种情况下谁会换胶卷啊？真是的，没了，75差不多了，还有一点血。哦，我躲开这个血皮有点难受，拍他。只拍掉豆豆了而已，算了，用我的这个，哎，啊，好难受，怎么又没了？好，不行，没有对焦，那关键时刻剩一个血瓶，这么难打，关键这老太太她总是消失着，这样就没了吧？没了，可以摸吗？给了个礼盒，这是什么呀？是点心吗？啊，黑色封面的技术。如果不制造出更多柱，大柱就要溃散了，叶泉将会涌出，在大柱溶解之前必须镇住叶泉。所以呢，还拿到另外一个流水纹的技术，好像很漂亮的字啊。会成为巫女是因为从那场洪水中幸存了下来，在一堆尸骸中睁开眼睛时，或许一半的我就已经死了，我开始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跟旁人不一样的景象，我只能成为巫女。我在今天上了山，进行了喜剧尘俗的斋戒沐浴后，终于上了山。一上山就同时传来各种声响，使我忍不住捂住耳朵。树木的交谈声，石头的低语声，流水的哭泣声，在所有地方重叠的祈祷痕迹。时间缓缓流逝，降到山上的雨滴，每一滴都看得很清楚。缓缓颤动的树叶，一片一片的叶脉，都飞到眼里，迅速穿过眼角的那些死亡风景，浓烈呛人的死亡气味。他们说接下来必须进行严格修行，才能在这道意念洪流中执行勤务。虽然我一上山就想逃跑了，但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不管去哪里都一样，我会独自迎来终结。说的好悲哀啊，拿到一个新的强化镜头机，拍摄对象造成2倍的伤害，装备摄影后在拥有灵力的状态下用方法可以使用。其实我之前不升级像这个镜头其实挺好的，因为你可以拿到新的镜头。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机装备上啊，这个是把这个灭换成机吧。哎，我在说什么？对的，这样的话可以直接2倍伤害。然后呢，现在我们攒了80000点，80000点的话可以增加一下感知，就是你的这个射击的距离。但是我觉得160000点的这个输出比较香，还是再攒一攒，不急的。这游戏我不知道是不是玩到后边点数给的会越来越多，应该不是的，所以说还是攒着用，没有人抓我太好了。啊，2颗万叶丸，哇，好大方。那么这地方就打完了呗，还是要跟着蜜花走。哦，可以回头看一眼吗？老太太呢？老太太不见了，产生新的柱，难道壁花要被抓去做柱了吗？反正就是被献祭的那些巫女，就镇住黑水的都叫柱，往湖中走去的黑泽蜜花她又没了。但是这一张我们是可以把蜜花救回家的，对吧？疯狂的 Q 这个蜜花，她应该没什么事，我觉得哈。哎，这什么呀？灵魂吗？什么东西？哎，拍到了灵魂照片，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有。哇，湖边有个黑泽蜜花，哇，好远！中间是不是有一个鸟居啊？我的妈，这地方很玄幻，还有好多小风车。蜜花，等等我，你在干什么？
哦，我是可以走过去的，其实挺动画的。我的衣服干了，这地方很像血缘里面有一个 boss 战，就一个湖上面一片雾，那个叫啥来着？这什么海胆吗？不，这是头发，是吧？有点像海带，这个画质看起来太奇怪了。我天啊，还真是头发。我为什么和他有同款的发饰呢？坏了，终于可以看到你的面貌了。哇哇，这眼睛，坏了坏了，我现在是跑吗？我打不过他，我觉得这种地方是要战斗，我觉得我是应该跑，逃离黑影根本打不过，跑就可以了。哦，离他近的地方就会变成绿的，我们离他远的话就会画面就会颜色会恢复正常，对不对？好的，这样就恢复正常了。而且现在就是那、就是离他远一点就比较好，别被他碰到了，碰到应该一击必杀的。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往哪儿走啊，这没有一个方向给我走啊。反正就是别跟他撞上就可以了，对吧？哦，这样就可以了，结束了。莫名其妙的战斗，小风车。他为什么风车好几个方向？这里是原本的岸边，顺利逃掉了吗？离开这里下山好了。啊，这就结束了吗？西地追随蜜花的影子来到了彼岸湖，然而蜜花却消失在湖面的雾中，随之出现的只有蜜花所留下的照片中的那个女人的黑影。摄影机对女人的黑影毫无作用，西地只能不断的逃跑。彼岸湖湖面上的浓雾中有一个巨大的鸟居的影子，蜜花会在那里吗？所以还是没有找到蜜花吗？这张结束了，又拿了一个 A。好像除了前两张失手了，好像就第一张失手了，后面都是 A。嗯，不错不错不错。那么我们下张再见，拜拜。